12张票。没有，这个星期哦，就是金水在讲下车哦，他等下会停的。但我们没有停了，没有了。你知道，你知道排多一个小时。有些人很多。最便宜是38，没有啦，还有88块钱的。那个是没有龙虾的。哦，所以招牌其实是要138。人龙没有听过是吗？没有嘞，他准备买。哎，有这里好大哦，啊，那是哦，是不？那是这个挑黑哦，这是吧？这个有2.7kg，它在东面。这个有几层楼啊？高过那个 building。隔壁可以穿一下子。现在下就有一点看到这个。啊，还是看这边。坐这个位置 OK， 坐台上的位置。我觉得坐看这边好一点，没有这么大压力。看这边好了，冲包。到了，现在空空如也，什么人都没有。